带着家人的支持与鼓励，黎真武在摇滚中燃烧青春，极具张力、摇滚音墙般的嗓音，加上热血的摇滚音乐观，黎真武的出现让四位导师激动不已。为了能把这位实力摇滚唱将收入麾下，四位导师可谓各显神通。本就钟情摇滚的谢霆锋老师，更是被黎真武的热血点燃，忍不住冲进乐池，大秀摇滚吉他，只为能争取到。 真武的青睐，你刚才所说的这种热血、这种冲动，我说好了，我这边今年一定是以摇滚为主角的。谢老师，<笑>哎，霆锋，哇，哎呦，哎呦，你这一招实在是，老师都下台了，这叫什么？叫身体力行。对对对。 如果你需要这种放的、炸的，刚刚说到即兴，来我这边。<笑>